邓经理好，你好，欢迎来到港大，荣幸。那您是这个资深的传媒人，然后也是这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您能介绍一下您最近在开展的这个博雅小学堂的这个创业项目吗？好啊，我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去年6月份辞职，然后做了一个儿童人文电台，人文网络电台。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人文网络电台呢？就是我是想面对5到12岁的孩子，对他们进行通识教育。然后呢，是以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把所有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也跨越所有的学科，给他们讲，比如历史啊、地理呀、然后那个文学呀、然后中国文化呀，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合在一起，通过特别好的故事来给他们那个陪伴。所以这是一个网络电台项目。您能稍微跟我们再解释一下通识教育，它跟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大家小孩子可能在学校里接受的一些教育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就是我做这个项目很大的初衷也是为了我女儿啊，我女儿去年上1年级，那中国的公立小学1年级就是只有语文、数学、英语，其他的都不太重要。然后语文主要就是识字教育，也都不太涉及文学。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欠缺，因为孩子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在小学阶段，他们其实对世界非常的好奇，然后对世界好奇，对自然好奇，对宇宙，对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好奇。在他们最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时候，可是我们公立教育提供的他们的是非常矮板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价值观也是非常单一的。那我就觉得，我作为妈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子长大，我希望他能通过对万物的了解，然后知道这个人，他就我觉得他这样自然的话，他就有多元的一种观点，然后也不会那么自负和更容易形成一种博爱的一种观点吧，这是我希望的我的一个初衷。对，您这个初衷是不是跟您和您的孩子在哈佛大学生活过一段时间，有些关系？哦，这确实是很有关系，因为我带他，我12年、13年在哈佛访学一年，然后他在那儿上了一年 kindergarten。然后他虽然这么小，就是学前班啊，这个年龄阶段，可是他们有文学课、写作课、历史课、地理课、科学课，非常的多。可是突然一下回到北京，即使是北京啊，是首都，可是他都没有这样的教育资源了。我估计可能一些国际学校或者非常好的公立学校有，可是普通的那个公立学校就没有。我觉得这个落差非常的大，这也是我想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是这个有声这样一个传播介质，以及说接下来你们那个发展可能会不会还有再继续一些发展和变化？那有声这一块，我觉得就是孩子们，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可能他当时识字量不大，可是呢，就是也有研究，就是说表明那个孩子到12岁之前，他的听力的理解能力是大于他的文字的阅读能力，所以呢，就鼓励整个小学阶段都应该给孩子读故事，然后所以这是我们选择听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说听它确实是。保护眼睛啊，因为大陆的妈妈对眼睛都非常的重视，保护眼睛，然后培养专注力，培养想象力。因为，你去一部小说，就是你看一部文学作品，然后你可以想象它的主人公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是看一个动画片，它其实你刚开始接触它的时候，你已经植入了那个动画片的形象，它其实已经没有想象的空间了。然后我觉得听也是一个很好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比如在上学路上、在车上，睡觉，睡前，就是他所有的都有可能利用，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很方便的媒介。所以接下来你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是。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就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然后来听我们精心制作的这些节目。然后，也许我们正在考虑做在线的课程，把我们的课程更加体系化。通常还是讲宇宙啊、天文啊、恐龙啊，这都是孩子们爱听的那些方面。然后我们会把它做得非常有意思。好，谢谢你。谢好，谢。谢谢。